暗区中最强腰射步枪，就这把 AUG 简直是猛攻型玩家的最爱。比起其他步枪，这个额外属性你受得了吗？开镜速度直接增加 30%， 也就是说你已经开镜子弹出去了，它刚打开镜子。但是太贵了，一把满改的 AUG 需要13万，而且这个枪的射程确实是不咋样，不如玩 H4 了。有老玩家补充的，老规矩，评论区抽两个六格，开局咱们刷在了古物，直接去旅馆看看是什么情况。人也避开了，刚进旅馆发现他们比我们快，应该是旅馆一号点的人，不确定有几个，咱们先吃一波信息。哦，进这里两个，我操，一对吧？不会是？是不是感觉有点问题了？不止两三个，有可能是一对满编。漏了，漏打头，让你漏真漏，来过来抓我来。这时候咱们脑袋顶上边还有一个，又在这儿呢，又在这儿。打掉这个玩家之后，发现地下有采铁声，我准备守株待兔一波。到这儿了，到这儿了，到这儿了，看来拉过来，我他妈有点没耐心。大条，一个狗，一个狗东西，还有人。这是在哪进步啊？最近的农场老鼠真的是太多了。听到有人进步，但是没有听到有声纹，就很难受，不知道他在哪个位置。准备过来先把这边包看一下。这 RPK 改难改。我现在这包我都不敢舔，我老怕他从这窗口打我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妈！你妈！撂了一个玩家。
外，兄弟们。